Take a seat.能够留下呢一个对付嗰啲丧尽天良嘅青妖石灵卿，你可否记得孙仁先先生在日本委任我为浙江同盟会主持人，那时你亦在场，你可否记得？所谓成大任者必须以身试卒，你如此岁岁通通，怎可以称得上革命之士？徐石伦听令，依本席命令，你立刻例行任务，撒出。知道。正是黄雀报扇，黄雀在后，三军未动，战鼓已敲门啊！三日刮目相看，估唔到一个弱质女流竟然离家出走参加革命造反。因命大人说话小心，莫无的放箭，毁我大通学堂清白的名衔。秋瑾，你为人师应够咁传道，为什么大通学堂有军事训练，学生还无枪龙剑，何枪实弹？军事训练那是为了锻炼学生体格，他日为国效劳，
荷枪实弹，那是为了自卫啊！处于乱世，官府尚未能保民卫国，难道我哋如斯做法系唔啱？秋瑾，你都算牙尖嘴利啦吓！你身为大通学堂嘅督办，都未经官员批准，你私自搞军事训练，仲藏入兵器，你都可算大胆。恩明大人，秋瑾只是一名小女子，怎会如此斗胆呢？你可知道大通学堂嘅章程与运作，一切都由官府作支撑。有咁嘅事、大人真系有咁嘅事噶？点样解释、因为大通学堂嘅校董主席系老佛爷身边嘅大红人廉夫人智英，佢话得到老佛爷嘅准许咁样。下官，下官，廉启系啊，佢仲委任下官为大通学堂嘅名誉董事啊！秋瑾，你须知参加革命党是朝廷不赦之罪，相信你亦闻之。老佛爷七十大寿，大赦天下，唯有孙文、康有为、梁子超三人不赦。孙文仲系革命党嘅首魁，系朝廷缉拿嘅要犯。恩明大人，莫忧思恐吓，我与此三人素未谋面，故此永不相关。永不谋面？你虽知朝廷先锋，话你以教学为名。搞革命为实，上头颁下密令，要搜查你大通学堂。恩明大人，怕只怕你一无所获，到时会汗颜啊！佢系边个？是本学堂体育主任徐石麟。徐石麟。孙文的得力助手，听说他多次想行刺本官，真是杀人不眨眼啊！恩明大人，天下同名共姓者不胜枚举，莫把逢经作画梁，胡差一番。是不是首个便知？一来，来，手，手。Take a seat.